走错路。真的是情报弱者哎，渣男。原来是这样啊。出たよ。ちょっとぐらいこっちの頼みを聞いてくれてもいいじゃないか。出てきてくれよ、ディソード。Hello，木手安安，主角拔着空想之剑还是被虐爆，哈哈哈哈！这一刻我等很久了。你以为他会心爆？开多久？4个多小时啊。36计走为上策，但他已经逃到死路了。動け！助けてくれ。看这渣男，渣渣。あの化け物を何とかしてくれ。渣男。
高用同样的方式再次伤害相月。このままじゃ僕は死ぬ。光雄にも行けずに死んじゃうだぞ。なんとかなるんだな。至少要认清自己是废物。なんとかしてくれるんだよな。他现在根本就是在间接逼迫相月发动他的能力啊。相月拒绝他哦，不要接受这种渣男。そんなのわからないかもだけど、できることやるしかないから。我不要接受这种渣男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。フレイムアークドラゴンは死ぬ。フレイムアークドラゴンは死ぬ。フレイムアークドラゴンは死ぬ。無駄だ。干，因为这边就有一个，这就是标准的，就是八七啊，叫人相约的能力不就是另外一个人也要认同？然后旁边现在这个八七渣男脑袋却想着说没有用，那能力会启动吗？真是蠢到爆炸哎、欸！哦，这也不是扩散不扩散的问题，只要你。然后这位蠢人想着说，哦，一定可以死。那我相信这条龙要死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。フレイムアークドラゴン死ぬ。猪队友哎。フレイムアークドラゴン死ぬ。渣男！行け！消え！每个人都可以用吗？只要有妄想能力的都可以用。
好吃。